本节目由限定珍稀娟山牛有机 4.0 克原生乳蛋白的经典娟山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京东首席赞助播出，京东超市买同款承包你的幸福感。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良品铺子高蛋白肉脯，大片纯肉鲜香过瘾。本节目由和生源赞助播出，和生源益生菌呵护宝宝娇嫩肠胃。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我们超爱吃。芒果双十一甄选季，会员限时3.6折。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披荆斩棘》第二季。本节目由芒果 TV、咪咕视频联合播出。那么，夸父追日究竟能否为滚烫家族继续解锁家族席位呢？请看大屏幕。有了，有了，有了，有的。非常遗憾，夸父追日未能出现超过800火力一值，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解锁家族席位的标准是累计截止目前为止的总火力值，所以现在我们看看累计目前为止总火力值是否达到3200的标准线，能否成功解锁。恭喜夸父追日为家族累计火力值超过3200，成功解锁一个家族席位。谢谢你们，谢谢勇敢追逐的吴克群哥哥，谢谢，辛苦。经过前四个表演，目前累计的总火力值已经超过了3200。下面的第二个表演，我们要冲刺的是第五个800，也就是4000火力值的目标线。对不起，对不起。名声大阵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即将带来的第二个表演究竟有怎样的不一样，因为我听说好像有一点秘密武器。没有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武器了。其实呢，我们也放了非常多的精力放在对还有放了很多心思在里面。对，很多心思在我们下一首歌，这个叫男人哭吧不是罪，不是罪，对，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演绎方式，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开心。如果看得开心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唱，好吗？跟我们一起唱。好 ，3, 2, 1 ，Go 的时候举上来，然后我们的手是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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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再来一次啊！自己看自己就有笑。其实这边最大惊喜应该是信哥吧，我觉得跳舞是他的心魔，但他这一次为了这首歌能够更精彩，他亲自下场学舞。这是我的舞蹈首秀，我觉得歌对了，刚好潘帅也来了，可爱一点的啊，就这种叉腰，好，来叉腰，砰，在这样的歌的氛围里面跳，它是可爱的，是成立的，也不拖累大家的，这样我觉得 OK， 这样跳100次就会记住了，天时地利人和，肯定是马兰山舞王。请叫我亚洲舞王。我很认真。新歌就是宿醉。好，再来一次，五、六。真的一点都不像我自己的，我已经一个月来了，对，没有叫口才。你看信哥进步神速哎，信哥你有没有信哥，信哥有啊。信哥，你别看他在课堂上面好像嘻嘻哈哈的，回家都在练呢。他很希望这次舞台一定要呈现好，整首歌都是他的概念，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哎呦，训练起来喽！男人哭吧不是罪，其实原唱的歌词里面已经表达得很沉重。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哭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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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罪，
那我是希望透过很重金属的方式来呐喊呢，告诉男人就是哭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子，大家看完音乐的力量有了，然后传达的力量有了，然后我想要在画面上呈现的是，比如说是可爱的、有趣的。我找到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我希望想要出场的装扮要改一下，我希望是 Hello， 帮我放一下。肥宅，肥宅。我只是想要一个让大家很开心的5分钟，然后记住这首歌，觉得有意思，这样就好了。应该没有人这样干过。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做一件很认真的搞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对，我愿意啊，我愿意穿的。我平常就长这样，也没什么。他也有可能这样出来 rap。他肯定要这样出来 rap 啊！他这个大吃，吃完汉堡，还藏几个在里面。我其实还蛮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其实重金属对很多听众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强烈，所以他可能就想到了用视觉的方式去解掉那个很重的那种感觉。对。哎呦，哎，这个应该小心，对对对，半兽人，半兽人呐、啊，这好胖你，哦，对对对，跳这种的超有感觉，跳这种的，跳这种的超，这种的比较有感觉，就是设计这种的啦。我们穿着这样的装扮，事实上它就是代表了。男人必须背负很多责任，我们很乐意，可与此同时我们要非常坚强乐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好，我们再确认一个事情，就是韦伯哥哥，你在现场你是要吃什么？哦，点菜了哦，这是我来碰到最大的问题啊，最好的问题。我想要吃啊，不不不，我就吃就汉堡包吧。汉堡吧，几个呢？几个？真的做梦一样啊！我只做我日常的事而已，其实应该这样子想，因为我是一个吃的东西很快乐的人。那我觉得我在这个歌词里面写的就是大口吃着汉堡，怎么了？我有什么问题吗？怎么样嘛？怎么样嘛？吃呀吃，看努力过好，远离那些喧嚣声。你知道我以前有帮功夫熊猫配过音吗？我就是神龙大侠，刚吃饱饱。还没有消化光光，所以现在我的功夫可能会那个声音就是我当时配音的声音。我就想说，我把这个功夫熊猫我配的音，把它放在我们这个是 rap 里面，又符合我们的这个体型，又可以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别看我肚子很大，但我的肚量也很大。别说这个好啦，不想去这个，这个痛好，这个痛好。韦伯会说唱。思想上面很灵活，有这样子的人加入，觉得就等于就是老虎长出了翅膀啊。嗯，怎么了？老虎长出翅膀，不就如虎添翼吗？来来来，来探班了，来探班了。哎、热不热？不热。阿鹏，热死了。谢谢。神机呀、啊！对，没想到，没想到，我朋友，朋友，哇，你的肉感，你的触感很不错，被胖子急死。哇，你们梳妆头很帅，戴的什么？梳妆头很帅。谢谢谢谢。那个无茶，无糖的茶啦，无糖的茶，没有茶。这个无糖的茶，对，为什么还是甜的？因为是因为有爱在里面啊。对不起，肥而不腻啊！对不起，稍微，这首作品是大家一起堆砌起来的，大家都哇，很积极努力向上啊，可能太想挂照片。男人不管怎么样，他永远都是要保持热血跟拼劲，而同时永远要记得你有一份责任要扛在你的肩上，不管这负担有多重，我觉得你都要去扛起来。哭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站起来，你告诉你爱的人或是爱你的人，你是可以的，你够能力去照顾他们的。
说我不可以流泪，我承受了以后说我不可以后悔，不停的徘徊，不断的轮回，卸下了面具，我心里憔悴，不停的徘徊，不断的轮回，卸下了面具，我心里憔悔。扮演一个老头，就跟上级还有连接还有呼应，这个创意我觉得还是挺有想法的。然后信哥也拼了，在那儿跳的也是很投入，这个让我挺感动的。我终于看到阿信跳舞了，也看到潘玮柏当上真正的自己，因为其实他很爱吃，你就看到他拿一个汉堡在那边吃的时候长得胖胖的，就觉得好像一个人修合一的演出。这首歌的表现方式很摇滚，有点重金属的感觉，然后最后曾比特他们就是那种老摇滚才知道，就是一直甩头的那个是让我觉得他们最棒的一个点，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掌声送给这些我第一次见到的哥哥们。哎呦，潘玮柏太可爱了，粉色眼眶，你可以放自己。掌声给我们可爱的民生大阵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明显的发现，同样是这几位站在台上之后，整个舞台的宽距变大了。首先介绍我们一下我们这个团体哈。大家好，我们是 King Flow 金福六。福气的福，六六大顺的六，所以呢，你们想要福气的话，就尖叫声！飞仔。但是除了你们几位之外，身旁的那位老爷爷，大家猜他是谁？猜出来了，猜到了。大家好啊啊！哎呀，很开心看到你们来到披荆斩棘啊！哎呀。我半老就是为了跟前面的狂流的《盗梦空间》这个设定做一点连结。《盗梦空间》还有一个设定是，如果你在梦境的最底层，然后你一直没有醒过来的话，你会漂流在时空的边缘，你会无尽的老去。我们大概就是源自于这个创意，所以我就是扮成了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当成彩蛋。有人能挽回时间。好嗨哦！但我觉得不要干扰这群，就是我们的这个男团的表演。希望大家的视线，主要视线是要看他们的表演，而不要一直跑过来看这个怪老头是谁。我主要是来做对比的，树立一个标杆。你看，为什么挑我旁边站？我们这个身材。不是因为吃很多，而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要扛着自己的家，要扛着自己的事业，要扛着一些有形无形的压力，所以久而久之呢，就会变成现在这样。但是其实这样指的是一个心理状态。那我们希望即使我们背着，我们都能够每天很开心的唱歌，很开心的跳舞，这样好不好？耶、yeah! ！好。还有要谢谢刘德华先生给我们唱这首歌。Yeah!他会全力支持我们，为我们打气，也谢谢各位在场的观众给我们投票。谢谢华仔哥哥。刘德华也拍过一部电影，就是《匪宅》，弄得很棒的。那马上就要开始火力值投送了，第五个阵营秀后累积总火力值超过4000，就可以再次解锁一个家族席位。所以，如果喜欢《男人哭吧不是罪》，就投5号60秒投送通道，现在开启。先投票，先投票！民生大阵营，我们的得第一了。5号，5号，5号！时间到，谢谢各位。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五个阵营秀的出现情况。这肯定爆的、啊，没过。恭喜《男人哭吧不是罪》为家族累计火力值超过4000，成功出现。目前的家族席位名额为10个。耶 ！King Flow 金福六跟大家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好，各位可以前去休息了。接下来第六个表演要继续冲刺的是第六个800，也就是4800的总火力值的目标，来解锁更多的家族席位。那究竟最后一个阵营能否成功的解锁到这个家族席位？我们赶紧问一问，马上要压轴出场的 XLEE 的阵营，小春风，这个压轴了，要派出谁来上这个舞台呢？就我跟志玲两个。哇。
也是在去年到今年也算是第一次是找两个人去在舞台里面表演吧。哇，那志玲哥有没有信心啊？对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啊？有信心。今天我们想你们走进我们的内心，看看真正的我们是怎么样的，好不好？我觉得男人之间所谓兄弟情谊这种感情，就是一眼睛对上，不用讲了，明白？我去了，你们可以改名字吗？可以。我跟志玲互相的默契，互相很相信对方，这种感情真的是需要时间去累积才能有这种的感觉。我们已经认识了差不多20多30年吧。When the night has come, darling, darling, stay. 很多年前也跟志玲拍过一部戏，叫那个《欢乐时光》。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进这个行业没多久，我们经常在 TV 的一些晚会啊，在节目里面大家一起碰头去工作，私底下也会碰面约会，这样就慢慢认识，大家有一些好玩啊开心的交流，才能慢慢建立20几年的交情。真正两个人会累积更多更多的友谊，我觉得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而是同甘共苦过很多不同的时刻。尤其是最近两年经历了一季，然后打完仔的夜，还有我们的滚烫人生，一起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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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所以我知道，我懂他。对，考验一下你们两个人的默契度。我们面对面先，面对面，啊，这个游戏其实叫感受力，你们就靠眼神互相看着对方，嗯，你感受到对方给你什么东西 ，OK， 你就给对方什么东西 ，OK， 出来，来 ，OK 吗 ？OK， 互相感受，好。这样子的对视真的是第一次。会突然之间会有一点触动。已经真的是走进对方的内心。好像看到一点不一样的他。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看到两个人一起走过来的过程，一起经历过很多的东西，就是很一辈子忘不了的一种感受吧。男人那种感情是不能少看。我们两个一步一步步走来，很幸运，我们真的很幸运，很感恩。总是能知道我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接唱这首歌，想表现的是，我们已经经过了那么多的表演，跳舞也好。你说唱歌也好，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有没有真正的让
自己的内心打开，里面究竟是什么？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对吗？你包括里面你的那些很多不满，或是有很多负面的情绪也在里面，想都给，都能打开给观众看。我们想表现另外一个自己了，嗯，想用浮夸那个歌来表达。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想剃头了。真的假的？在台上剃头？全剃啊？全剃。我觉得很厉害，这个有点超越一个舞台的东西了，有点行为艺术了哈。两年我们玩了很多舞台，我们想留一个舞台是这样子表演出来，疯狂的一个，对。这是 one take。one take 啊。one take。做这个剪头发的行为，我是有希望把我内心的所有的其他的情绪都能透过这个行为表达出来吧。我自己给自己用那个推子很大难度，因为我不会自己练习，没机会练习。你好，需要理发吗？对，两位大哥给我理发，太荣幸了。这没有。志凌哥，别手抖啊。没有。上台前最后一次测试。我烦了。对，那是这个是底吗？对，不是，不对啊，这样对。这样就对了。OK。不是。是吧？这。首先，这里是这里个锅嘛？对啊，这个是这样子走，真的不可能这样走。OK， 对，这样子啊，对对。好，有了，中了。我以前是发型师啊，我以前有号码的，就是每一个店里面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以前香港就流行嘛，我也做过二号，做过三号，做过四号，就没做过一号，一号就是。这个店里面首席的，嗯，有没有？有，你看他有头发这样。志凌他比去年的确是多了很多主动性，而且很想表达，也很大胆，这个是很大的进步，我就很愿意去支持他。最伟大的作品。期待你们明天在舞台上的理发。放心，一定好，一定好，谢谢你。我认为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要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可能很自傲啊，或是很自卑啊，也有很谦卑，也有很浮夸。我觉得浮夸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因为你经过了浮夸，你人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两个能够有胆量去把这个舞台弄出来的话，我们已经算是个男人吧，无愧了，我觉得已经无愧了。幸运而并不多，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就得出一个正常人，够我负二轮承磨。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仰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
那年十八，无后无悔，残像如流落。那时候我暗里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目穿你住那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守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苦爱，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旁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你叫我做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烟霸，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颂沉默吗？不够爆炸，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掌声送给陈小春、张智霖。真的是非常艺术性的表演，而他们两位表演得特别好，他们很能把这种戏剧的张力给发挥得很大。春哥跟志玲哥他们真的可以为了艺术不顾形象，然后把头发剪成那个样子，这个艺术作品很成功。我能感受到他们开始前的压力和紧张度，因为这个是没有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完全用表演的形式发泄出来了在这个浮夸的情绪。最后那个镜头抓到了小春哥的眼睛和志玲哥的嘴巴，反过来志玲哥的眼睛和小春哥唱的嘴巴，因为两个人的情绪表达是不一样，这一个画面一配起来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感染力，就是那个点是触碰到了。掌声送给浮夸。
小帅哥怎么？我觉得抛弃掉面子，把自己真实的那面展现出来，有时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很难的事儿。但春哥、志玲哥他们在做舞台或什么的那种认真、那种坚韧、那种牺牲、那种较劲，这种精神是真的很值得我学习和敬佩。这简直就是一个人修合一的一个演出。你需要一种勇气跟一种的霸气，在舞台上是一个忘我的境界，才能做得出来。所以我对这两位哥哥非常的敬佩。这个，毕竟我们去年到今年，经过了那么多的舞台，也碰到过那么优秀的，反正没试过这种表演方法，把所有三千樊老师把它弄了吧。对，这个志玲哥，你讲一讲吗？我爱你。我很幸运，也很开心，能够这次再来，然后跟两位哥哥一直披荆斩棘，为了这个舞台的创意，是他们为了艺术，是真的会把自己的一切会放进去的这两个人，很棒，你们今天做到了。真的，因为我们这次来刚开始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一直不知道这次来的意义是什么，直到我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舞台，看到了非常爷们儿的两个男人，我们大家给他掌声好不好？如果你也被浮夸这首歌曲，被他们两位，被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所打动的话，六号就请投给浮夸。60秒倒计时，火力之投送现在开始。六号，时间到。谢谢。那么第六个阵营秀是否出现，请看大屏幕。哦 yes yes yes， 那应该过了啦，一定可以啊。哇哦，恭喜浮夸为家族累计火力值超过4800，成功出现解锁一个家族席位，目前的家族席位名额达到了11个。把掌声送给小春哥，送给志玲哥，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浮夸。Pure， 这就是我爱的良品铺子高蛋白豆腐。买。哎，志玲哥。嗨。这是什么？在录音吗？啊，这是良品铺子的双11惊喜 Rocking You 礼盒，看起来很好玩啊，也很美个嘛。嗯，对，在舞台上呢，我们就负责 Rock， 双11良品铺子就负责让大家尽情的吃肉。对，满满一盒都是我们超爱的优质肉啊，还有大片纯肉，鲜香过瘾的高蛋白肉脯，还有其他口味的肉。哎，志玲哥。
来一片吧。嗯，看来你也喜欢上良品铺子了。没错，双十一上良品铺子全国门店或线上旗舰店就有机会抽到这款超酷礼盒，还有上百款的零食可以挑哦。那看来我也有多囤一点货。双十一良品铺子走起。那么现在前两轮阵营秀的六个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累积的总火力值究竟是多少？请看大屏幕。目前总火力值达到了5036的火力值。5036该过了，已经可以，已经可以。加分赛过了，已经过。林峰呢？林峰上了没？对对，这样铁定过了啦。再给他服务一下，一定可以的。那马上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轮的合作加分秀。三大阵营也各派出了一位精兵强将， XLADA 阵营派出了唱跳全能的李承铉，而我们都对阵营派出了队长的舞蹈老师吴建豪。民生大阵营派出的是在粤语和闽南语当中切换自如的林峰。这个工我很蛮开心的，可以跟 Vanessa Nathan 合作，只是首先他们来了我们部落，结果我去了加分赛。他喜欢跳我给他去呗，对，我支持他，他跟吴建豪跳不够，去呗。哇，哪里痛？峰哥，你的膝盖是不舒服啊？因为这一下啊，我如果不开脚，我撑不住。哦，对，那开吧。对啊，就太也 OK 啊，这样 OK 啊。对，但是因为我左膝的有些动作发不了力，然后哥哥也很体谅，就做一些修改。真的很爱他们两个。我还本来说，哎，我得休养一下膝盖，我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因为他两位都是舞蹈老师，机会难得。时刻准备 ，I'm alive。I think like this part is just really atmospheric, and then just your 旁边的那些，天然的声音搭配在上面。而且这个我觉得就是啪，然后不要有动作。对，是哦、nice，Vanessa， 我留意了一下，包括他的音乐审美，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可以。My friend did a trap version, and right now after listening to it, 我现在 is like borderline thinking about just making it like R&B or something. I like how it starts. Yeah, but this is too crump now. Yeah, right. 其实因为这次承铉他也挺忙，而且他另外一首歌也要跳，整首从头跳到尾。他也蛮辛苦的，他就是李承铉，厉害的李，成功的成，好炫的炫。所以就这次承铉，然后包括林峰也是，他们都很 OK 让我去完成，不管是以音乐的编曲或是舞蹈的这一块，我也蛮感动的。所以就真的邀请了自己熟悉认识的朋友。Hey, hello, Jimmy. 来 ，OK, 刚好跟童天翔一起练拳的时候，就觉得哎，他好像可以来帮忙一下。这首歌我就是希望它以武打的部分为主，我们的角色是像007三个不一样的007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那我加入武打就是因为怒火，它是怒火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声带里面的一首歌，所以我就觉得哎，适合要放一些武打的动作在里面，致敬一下你呢甄子丹丹哥。而且我本身就是也在学习武术，然后除了武打，这次的编舞老师也请了春玲。怒火就是很帅气很炸的一个穿西装那种007会跳舞的舞蹈。
春玲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份儿，然后歌词，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更有感觉。哎，艾斯，我们那个那首歌，你可以帮我们写 rap 吗 ？Of course， cool。艾斯帮我们编的东西都很酷，听了、唱了、rap 了，就觉得哇 ，Let's go，Let's go。我觉得就是像歌词一样，山卷不会被鹅取代，我们是一直在把所有的恶魔、坏人打掉。男人要经历什么东西才真的成为一个真正男人？我觉得就是经历过的挑战，坚持梦想，走出来的时候是开心笑的，这才是男人。Baby
他再惊讶挡不住我吧，信仰就是所有真相，怎么可能被抹杀成一直，我选择反抗，不再接受尔虞我诈。这是场试炼，经过我不停装逼，让正义的光都照亮，所以我绝不能放弃。 Like a fighter 在深渊中打破那乌烟瘴气，让我们的存在成为他们的不可抗力。 Let's go Rage fire never die，别被无解拖累，真相必须面对。Rage fire never die，从黑中将会被解开，除掉心中的鬼，虔诚的忏悔。I'm alive。人死人残。我觉得他们设计得很好，每个人出场都有一个方式。我本来刷刷下来，陈轩这样跳下来啊，然后林峰这样滑下来，就是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设计跟创意去做出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一个诚意满满的表演。他们三个在舞台上就各种武打片，这种视觉的冲击也很强烈，挺牛的。我是大开眼界。帅不帅看的？啊。今天这个舞台真的是精心设置，因为开头的时候其实有专门介绍邀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动作指导。是的是的，其实我邀请了一位动作导演洪金宝。等一下，的儿子，没错，太对了。洪千祥 Jimmy， 谢谢 Jimmy， 谢谢 Jimmy， Jimmy， 我们这个算是加分手。对，那我觉得这个舞台其实也不只属于我们三位的，其实这个舞台是属于所有的哥哥。耶！其实接下来你们的投票呢，其实是投给所有的哥哥，因为在我们第二季还没试过拿满分，是吧？哦，是的，满分好不好？如果支持他，就请按七号。倒计时现在开始。耶！七号，七号。我们24位哥哥们，只要有你们喜欢的，投七号，给我们多一个最后架住的席位。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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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号。一千分，一千分。时间到，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最后一个加分合作秀《怒火》究竟能够获得多少火力值？让我们一起看向大屏幕。一千分，一千分！哇哇哇！882火力值。累计总火力值数是5918。5918。那么怒火最终解锁的家族席位名额是16个。最终第二代全能唱演家族的家族总席位数就是16个。祝贺各位哥哥！同时，本场集体解锁的第二代家族席位当中，其中三席将优先归属于本场两轮阵营秀总分前二的阵营，总分第一的抢占两席，总分第二的抢占一席。而最终成绩，我们会在赛后为大家统一揭晓。再次掌声送给三位哥哥！也请三位哥哥直接回到我们的观战区，和你们所有的队友汇合。帅嘞！超级棒！好棒！好棒！太棒了！好棒！好棒！哎，今天要健身了，看来是在憋大招，要不玩点刺激的？来试试这个健身飞镖吧，戳哪里就练哪里。哦。哇！动作很丝滑哦。真的好丝滑，
这泽福亭的黑巧，这个太好吃了，还是零糖，健身也可以吃，解馋还没有负担，大家都很爱吃哎。那我又把这些零糖黑巧都拿去跟大家分享。 本场演唱会的所有表演至此全部结束了，哥哥们用在舞台上的表现回答了今天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一个人究竟要经历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接下来我们即将登台的是一个只有20岁的小伙子，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20岁大男孩的故事，请看大屏幕。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5月12号14点28分，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我叫张自立，2008年汶川地震那时，我才6岁。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学校操场上上体育课，突然就看见学校后面的山成片的往下滑。 教学楼也在剧烈的晃动，上山，上上上，抓住这个！后来是赶来救援的消防员为我们搭起了帐篷，送来了物资，我才没有那么怕了。那时候我就立志要成为像他们一样，能够战胜恐惧的男人。 今年9月5号，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我和战友们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我救出了一名才出生2个月的婴儿，孩子很乖，一路上都没有哭闹。在泸定抗震救灾的战场上。 作为汶川儿女，我们曾恩情而奋勇，逢山开路，浴血架桥，打了一场胜仗。有人吗？成长为能为他人遮挡风雨的男人。 我会永远坚守在国旗飘扬的地方，这里有我要守护的人民。让我们欢迎来自汶川县的00后消防员张自立，有请。 刚刚我们其实从短片当中也了解过，自立在小时候经历了08年的汶川地震，而后呢，毅然决然成为了一名消防员。这次在泸定地震当中，他和他所在的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阿坝支队汶川大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并且使得更多的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保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想问一下自立。 你觉得一个人要经历怎样的事情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钢铁的男子汉？今年我20岁，也许还远远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但幸运的是，当我还是男孩的时候，我就见到了我心目中真正男人的样子。在汶川地震中的消防员，他们在千钧一发时的挺身而出，在生死一线间的奋不顾身，让我感觉到一个男人在面对恐惧时。 只有拼尽自己所有的勇气和智慧，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才算真正的男人。这是我以及我们支队73名汶川哥哥们共同的目标和信念。我们都在男孩时代遇到了榜样，激励着我们在20岁时去成为榜样。当然，这只是我成为真正男人的第一步。作为人民的消防员，未来我会肩扛起更多的职责和使命，让每一次的呼救都有回应。 每一次的奔赴都全力以赴，所以我相信，当成为大家的榜样时，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那种牺牲，完全是一个无私的牺牲。所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无私的人在默默地在支撑着这个世界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承吧。
他曾经受恩于人，现在他成为一个可以去帮助人的人，所以我蛮感动的。在生活当中，当那个情况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个数字119，我们想到的也是这身蓝色的制服，很多人亲切地称他们为蓝朋友，但是有一个更伟大的名字叫最美的逆行者，他们永远是奔赴到那个最危险的前线去守护我们更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披荆斩棘也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因为消防安全知识的推广和普及非常的重要，我们召集了一些消防知识的宣传人员，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1000位观众，每一个人手里拿的其实都是我们的消防知识安全手册，他们1000人让2000人知道，3000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消防安全知识。不知道这个礼物自立你喜不喜欢？谢谢大家对消防事业的关心，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注意那个消防安全，谢谢大家。然后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私心的礼物，是我们芒果 TV 的会员卡。第一是为了让你们休息的时间能够更加丰富，第二是想告诉你们休息的时候来看一看，因为你们守护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你们守护着我们，而我们永远支持着你们。谢谢。自己可以先去休息一下了，谢谢。Respect。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滚烫人生时刻要和大家好好的分享。每一位哥哥都将为大家带来一张他们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照片。你们想看看哪位哥哥的人生滚烫时刻呢？让我们一起看向大屏幕。哇！这个照片对我意义很重大，也想把这个送给观众朋友，就是说，祝愿大家都能够梦想成真。想笑了是吧？我也要。这是治愈我的良药，我最可爱的宝贝，希望每一个人都心存可爱，可爱万岁。这是我在南美洲参加世界最顶级的越野拉力赛达喀尔，以前我就梦想能够参加这个殿堂级的赛事，所以坚持梦想一直往前进，我相信有一天它会实现的。时间过得飞快，有一些人和事好像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我是苏有朋，若干年前作为小虎队的成员参加高考，是我的人生第一个关，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祝福大家迎难而上，披荆斩棘，永不畏惧地争取属于自己的人生 moment。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所有的哥哥们走到我们人群当中，把自己滚烫的人生时刻真诚地分享给各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每一位，我们本场演唱会到这里就真的要结束了，下一次见面我们将会在家族诞生夜等待各位，哥哥们将会全力以赴，最终形成一个集合舞蹈、器乐、说唱和表演等多种舞台形式的第二代全能唱演滚烫家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每一位。同时在这里提醒各位，大家要在24位成员当中进行个人喜爱度的投送，每人只可以选择3位，不可以重复投送，请大家谨慎做出抉择。这里是《披荆斩棘》第二季，本节目由限订阅1%娟山牛有机4.0克原生乳蛋白的新一代有机经典娟山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谢谢各位。
真的，最后玻璃镜头太棒了。镜子那个，那是眼睛和嘴巴。Yeah. 那个真的太有太巧妙了，非常 enjoy。啊，非常 enjoy。Yeah. 真的投入了一切，对，值得。啊呵呵，钟爷爷，考完了。没有，我反而现在觉得心里好舒服。我只想躺在床上，现在。我只想吃东西。我想躺在床上吃东西。然后不错，躺在床上吃东西。最后一次离开演唱会场馆。下一次也是这里吧？啊，对对对，还有下一次，还有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对对对。那下一期就回来了。全回来，大西中也回来。他们最早走的人会看到我们的那个成长是最明显的。是。没，因为那是离得最远。对，他会看到我们那个突然间，哇，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我有种已经结束的感觉？是已经结束。那么一会儿我跟大家说再见了。有请主持人齐思钧。来了来了，辛苦哥哥们。今天我们精彩的演唱会结束之后，三大阵营七个表演，最终累计总分达到了5918。Yes。在这也恭喜大家成功解锁16个年度席位名额。根据规则，其中的三席将优先归属于本场两轮阵营秀总分前二的阵营。总分第一的抢占两席，总分第二的抢占一席，究竟最后谁将问鼎？有请我们的滚烫服务生送上冠军蛋糕。我觉得是他们组。对。哦哦哦！爆炸头，真比特。哦。这是干嘛？哦，每个阵营都有。大家也有的，大家也有，大家都有。每一个阵营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是我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每个人都很吓死，我以为是我们嘞。究竟哪一个阵营会成为第一呢？一切就在你们面前惊喜的蛋糕当中，喊出你们阵营的名字，并且拉动最上面那个 M， 然后就会发现今天的结果。我们都对，我们都对。我们都对，我们都对，我们都对，我们都对。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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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名声大振，名声大振，名声大振。耶！我们都对，这里是 B。Sorry。雷达是 B。追呀追！这个惊喜到底最后答案是妈啊妈啊妈啊完了啊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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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X Leda 阵营拿下本场总分第一！这也就意味着你们将会为阵营增获两个家族席位的名额。名声大阵营排名第二，为阵营增获一个家族席位名额。我们都对阵营目前累积家族席位名额为两个。请问一下队长，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干什么？挂照片。回答正确，请前往战绩墙挂上你们的照片。我终于挂到了，终于挂到了，大陆会有我，恭喜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Thank you, man. Ask Peter. Dude. Have a slater. Oh! What a win! What a win! Yeah.OK。OK。啊，功德圆满。终于能拿个第一回来。而且这一季能够挂个两次照片上去，也对得起曾经在我们小火山部落里面的一些队友们，非常谢谢你们的。再次恭喜啊，陈小平！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胜过男人与男人之间一起合作，然后去面对一个难题，然后把它解决了以后，创造一份成功的感觉。四个字，并肩作战的感觉。在总决赛，我们将会继续角逐最后的八个家族席位的名额。各位哥哥们，也要继续猛足全力。我的团队让我非常骄傲，我们一路披荆斩棘，把所有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大家使尽了全力，很值得的，而且很为大家骄傲。一起参加的哥哥们。其实他们身上的这种不顾一切的要去战斗的状态也感染到我，我也学会欣赏不同的舞台，欣赏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的想法，我觉得收获还挺大。全球海鲜创新风日聚会夜景，就选徐记海鲜的。欢迎来到披荆斩棘的巴士列车。让我们现在搭上最后一趟回到滚烫宿舍的列车，因为今晚之后我们将各奔东西。故事存于心中，情感此刻挥发。让我们回去尽情享受小火锅哈帕。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eah. 来一首《爱我别走》怎么样？哎，喂，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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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这个大家都会唱的。既然这样，那我就来曲了，来。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相信，因为我在想你。宿舍，我们从此不在这里住了。可能我们各奔东西，待会儿回宿舍就要收拾东西。但我不想对他们攻击，但是对我情感造成冲击。我很想你，我会打你电话，或许我们见一下。想把最后的记忆念献给你们。我们是男生，不是女生。说我不知道怎么安定。很好了，很好了。
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程，它的强度之大是我之前真的没有经历过的，很难忘的经历。我觉得这一辈子，这是我参与过的一个，算是，最特别的一个事儿之一了。哇、哦，哇，烤肉，什么情况？最后一天了。人的这个经历中最宝贵的，不是说成功，或者说失败，最宝贵的是有机会来体验这一切，有这样的一个机缘。跟大家相遇，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时光，这个机会是最宝贵的。从我的床上出发，这里就是我的在宿舍的床位，然后旁边是谁呢？旁边是杜哥。那最不舍的应该是宿舍吧，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着美好回忆的地方。宿舍现在就像我家一样的，跟哥哥们一起在宿舍里享受生活。你现在有好多朋友了，真的舍不得。一眨眼哦，很快四个月没了，很难得大家可以这样子住在一起哦。你看这个八百，第一次我们第一天，第一天，不枉此行吧，收获了很多的友情，还收获了很多的回忆吧。还是很开心，这次有机会真的跟你合作在一起。是的，真的很欣赏你的头脑风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麦克中文名叫做毅哥，去了北京，我给你买辆汽车。当然，我只是逗你开心。哈哈哈哈。你知道吗？这其实拼了一个月就上学，真的每天在一起，根本就觉得赶快暑假吧，赶快暑假。那暑假真的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期待明年度啊。身在里面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苦，但是你真的要结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甜。怎样才能披荆斩棘？是坚定的心，滚烫的梦。啊，这天也太冷了。早上到的温暖暖气片装好了吗？装好了已经。发掘灵感，感受呼吸，在温暖中回归自我。很好，拍摄结束。威能名装暖气，安装快，供热也快。德国威能，舒适你的世界。本节目由限定珍稀娟山牛有机 4.0 克原生乳蛋白的经典娟山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京东首席赞助播出，京东超市买同款承包你的幸福感。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良品铺子高蛋白肉脯大片纯肉鲜香过瘾。本节目由和生元赞助播出，披荆斩棘放开玩，内在保护和生元。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灵堂黑巧赞助播出，灵堂也丝滑，我们超爱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神州行骑士卡一卡在手，全程无忧。本节目由双晶维生素 D 赞助播出，促进食物中钙吸收，陪孩子好好长大。本节目由七天鲜活以往酿酒师才能喝到的青岛啤酒原浆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外用致腹泻的丁贵儿奇贴赞助播出，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本节目由奥妙品牌赞助播出，奥妙新三合一凝珠洗衣一抛全搞定。芒果双十一甄选季会员限时3.6折。本节目由芒果 TV 咪咕视频联合播出。请哥哥们前往玄关信箱处查看个人成绩。啊，什么？对啊，不知道淘汰谁啊。对啊，在外面箱子看名次。走啊走啊，看看看。马迪，哎，等我。前三甲。等我，我们俩一起。咱们前三甲。我们要一起。打开记忆信箱查看。22，哇！你们阵营安全，我们阵营零人，是啊，你们阵营都没事，你们阵营那谁走了？
觉得气氛里面有一个人在安慰他。我们的？谁啊？是我啦，你不用慌张，肯定是我。没事，已经很开心了啦。是我啦，应该。是我。啊？猜到了，是我。这次终于一直卡在二十四，哎呀，够用了，所有都是最好的。啊，开心。这个结果是最好的，包括遇到鹏哥，从刚开始的初舞台到现在，很幸福也很感恩了，就这两个词能贯穿所有了。鹏哥，哎，到我了这回啊。哎，啊，不说了，大哥哥回来了，感谢鹏哥了啊，一直保护我到现在，真的。因为你很优秀啊。我们真的很难得，我们是从初舞台，我们之前完全不认识，可是我们一起走到了舞宫。然后虽然在这个之前大家都说其实下一期就是成团夜，所有人其实都会回来，所以大家基本上也都是走完全季。话是这么说，还是挺不太舒服的。志玲哥来帮我打开它。谁啊？好好美女。哇啊，我离开。哇，真的 ？Yeah, it's okay. It's okay. It's very good. Yeah. Yeah. Yeah, it's okay. 我很开心啊。你不要这样，对啊。No regret. 王大陆毕业了。王大陆真棒棒。给自己个结语。就王大陆真棒棒。很棒了啊，武功了，武功完拿第一。Yo, man.Come on， 你想怎么样？你还想怎么样？哎，他被淘汰了。干好！我刚才听说，因为我没看，没关系。有够坏的。觉得节目已经觉得很奇怪，我们都没有就是伤离别的感觉。我从来这个节目到今天，最低的名次是23，最高的名次是21。你被淘汰了。不要这么可怜了。讲实在话，我不会讲那种恶心的那种，或者是很伤感的话，因为所有的哥哥都留了微信，随时在外面可开心的呢，所以没必要在这边讲一些太伤感的话。对，但就是很潇洒了，就是外面见就好了，这也没什么。没事，不用哥，春哥没事，谢谢。当然，哥，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呢。继续剧，继续剧，你们的北京碗，随时。Vanessa 送你个帽子。Oh, the hat. Oh, cool. Yeah. Thanks, man. Hope you like it, man. Yes. Public by notice. It looks like vessels, right? 我哋落到一个碟。哇哦，黑胶。好啊，本来黑嘅。呢种系绿色嘅，哇，多谢晒，多谢晒，我会好好地珍惜嘅。OK 啦，最后开心吗？开心，开心最好咯。哎呀，真好玩。你朋友常联络啊？好啊。你有事想要开始玩跟乐团？会。到时候你想要，我可以帮你安排。好啊，拿走，黄牛，很喜欢这个，好看。哦，你很喜欢这个哈？对啊。哦，这个好喜欢。Can we take photo? Yeah, yeah, of course. 请哥哥们挑选一件充满回忆的物品放置记忆树下，在这里留下一个完美的结局吧。跳绳啊，每一天早上起来，那跳绳开始我的一天，所以我把它留下来。我留下了一个毯子，就是训练室时冷时热，你时不时盖一个，小心感冒。啊，是，这什么东西？我的专辑。哦，这么酷。呀、yeah, ，我觉得人生就是在流浪，不同的时间段去到不同的地方，舍不得，真的都舍不得。就会觉得，哎呦，本来就你觉得大家这一块人聚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突然好像变得就是，之后要聚在一起好像是一种也纯靠运气和缘分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这啊都挺舍不得的。耳塞。如果没有耳塞，我可能就要彻夜无眠了。遗憾呀、啊，没什么遗憾。哇，可以笑着说这句话，真的挺好的。没什么遗憾。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是很艰难的，但是回过头，它是很香的。
披荆斩棘的旅程，很满意。我来，我觉得我不枉其生嘛。希望我来完之后，我带着我那个美好，还有披荆斩棘的那个回忆到老吧。这个披荆斩棘肯定会让我永远记得。对，我来，我执嘢喎。哇！Yes, yes。好，准备一个什么画上去啊？你要准备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想。拿双拖鞋，拿双拖鞋吊树上。离别，离别总是在秋天。看我那个秋风吹过来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点，不可否认。嗯。伤感吗？秋天的必然会伤感，即便不离别，秋天我也会伤感。对吧，人到了秋天就伤感的，这是很正常。落叶，对吧，如果离别放在秋天的话，伤感也很正常，就像在伤口里面撒盐，对吧，就像在果冻里面放奶酪，不对，火上浇油，哎不对，雪中送炭，差不多了，很多东西语言无法表达，说多都废话。对，是温柔的人，讲着温柔的话，温柔的继续回到温柔的家，看到年迈的父亲，还有最爱的他，所以我现在我很爱我的家。我们已经长大，现在成为一个男人，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想去成为男神。这么温柔，你是不是也想生猴？啊，真的真的超害怕。看看你现在最美的骨架，还有比特弹的绿吉他，啊，好像是个西瓜。我想把它直接切成两半，嘿，他们都一点都不了解。我说军哥真的超摇滚，军哥你年轻时你在哪鬼混，介绍你的 homie 给我认识，我用我的说唱刷新他们的认知，没人能管我，当他们开始摄影，不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泰国 Mike 你要记住我的话，只要你在哪我就是你的家。挥挥之力，王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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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王大陆他其实是个好人。王大陆他是个好人。二爷，不要 diss 我。形容你，有些时候形容你像形容我自己，因为我们俩的嘴巴一样大。所以有时我们俩应该吵架。诞生夜正式开始，总决赛的钟声响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所有的东西做到最极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自己也觉得好玩好看好听好棒的一个舞台，就是要挑战，就是要去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人喜欢输，但是我还是要磨兵立马继续战斗。我喜欢去拿到做比赛笑亮，我们的目标是去拿到最好的成绩，真的已经把我所有都拿出来了，没有别的，赢就是赢。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哎呦，声音真的不一样。哇！什么天长地久？共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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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跳舞歌，不是跑步。打爆对方身上的气球！耶！马丁快跑，马丁加油，快点！啊！哦，我的裤子有点紧啊！开始！啊！都变成肉搏战。要睁开几次眼睛才看见孤独，要捂住谁的耳朵才听见你不哭，回望到一半的日出曾天真盲目，都是你的每一步我笑着。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披荆斩棘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节目点评，记录你的披荆斩棘之旅，参与披荆斩棘微博实况讨论，与更多有趣的灵魂碰撞观点。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合作平台今日头条，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支持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大庆市消防救援支队、晋中市消防救援支队、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一点资讯、扎克尔，特别合作时尚媒体时尚先生，特别合作百度贴吧、百度输入法、 UC 夸克、好看视频、美图秀秀、斗鱼、智信、讯飞输入法、 YY 直播、网易邮箱大师、怪兽充电、智联招聘、闪萌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